邓参谋，哎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什么事儿啊？就在这儿说嘛。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，向组织汇报，叶盛同志。您怎么了？说什么呢？我不大明白。徐明让我来找你，我想，咱俩的身份就不用互相隐瞒了吧？你知道我的身份对吗？您不就是参谋吗？您什么身份？ 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，事情紧急，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徐一鸣办公室那盆被移动位置的花儿，让陈如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，他需要尽快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能吧？我不相信。开始我也不敢相信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抓起来了吗？跑了。但我估计跑不远。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一点都没有看出来？他居然是共产党！别说你了。 是我一手把他栽培起来的，江市长，事关机密。朱组长，你太放肆了吧！江市长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哼，你一个江都行动组组长，对我江都市市长指手画脚的，你们保密局就是这么开展工作的吗？江市长。 你息怒，都怪我管教无方。还不赶快向江市长道歉！江市长，对不起，不过刚才那件事情确实事关机密，不能说。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的儿子都让徐一鸣给杀了，我还不能说？你给我出去！嗯。
老参谋，你能把我弄糊涂了，我不过是个做生意的商人。就不要跟我装糊涂了，行吗？叶生同志，我把你给约出来呀，是有紧急的情况要告诉你。徐明已经暴露了，现在江明忠还有康清风，他们两个联手要把他给除掉呢。徐副官是共产党？他是啊。他的事我可不知道啊，我不过就是帮了他点忙，你们可不可以把我也扯进去？哎，那我的身份你不会不知道吧？ 你不会也是共产党？我当然是共产党。野生同志，我是金庭淮小组的一个成员，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？那好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一次我跟令妹在一起，也就是跟叶兰在一起的时候，江一真他跟踪我，他知道我的身份。不光他知道，而且叶兰也知道，为了保护组织还有令妹的安全，我把江一真给杀掉了。这件事情你总该知道吧？ 江一真是你杀的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回去问问你的妹妹，所有的一切她都亲眼看到了。叶生同志，是徐一鸣让我来找你的，让你主持工作，在这种危急关头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？ 邓凯同志，我感谢你的坦诚，请原谅我的谨慎。哎，你多虑了。你好，叶生同志。徐一鸣呢？让我想办法找到你，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你，让你尽早的做出安排。这样呢，咱们的组织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。好。 我真的没想到啊，你就是金庭淮组织的最高领导。我不是。你不是？我一个商人的身份，需要我经常走南闯北的，这样没法组织江都的正常工作，所以我不是最高领导。那我是猜错了。其实呢，徐一鸣也没告诉我你就是金庭淮的最高领导，我只是猜测而已。这是保密的需要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这个我非常理解。 那你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报给咱们金庭淮组织最高领导啊！我会的。老徐现在怎么样？老徐现在已经藏在了一个地方，今天晚上他会通知我跟他见面的。那么明天我会带你去他的藏身地的。怎么你不知道他藏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他自己藏起来的。那行，那你要见他的时候，你告诉他，我们会尽快安排他撤离江都，在这之前让他务必小心。好。 今天晚上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一定会跟他说的。行，那咱们明天见吧。明天见，保重。嗯。事已至此，您就别难过了。我要不是看到那颗子弹，我也不敢相信。没想到徐一鸣，他会做出这种事。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我觉得还是应该找到徐一鸣，把这件事情弄清楚才行。弄清楚？哼，陈小姐，眼下虽然没有人证，但是物证是不会骗人的。 我怎么忘了呢？康站长，您是这方面的专家。不过物证是死的，他不能说话。对，徐一鸣会说话。陈小姐，你跟徐一鸣认识这么久了，你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行为吗？没有。再说了，我只是个演员。 我怎么可能发现这么多事情呢？哼，陈小姐，人家都说，演员为了表演，观察力可比一般人强，你就别谦虚了。康站长，此言差矣。您认识徐副官的时间可比我要长。再说，您可是抓共党的专家呀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您不也什么情况都没有发现吗？ 哎，对了， 您刚才说那些话，
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跟徐副官接触的人就都有共党嫌疑啊？连坐这一套是秦始皇才搞出来的。江伯伯，现在都民国了，你看康站长这样是不是不合适啊？还是陈小姐快人快语呀、啊、不过我可绝对没有这样想啊。我也是说句玩笑话。江叔叔，康站长，你怎么刚来啊？有点小事儿。哎，叶生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刚才康站长告诉我说，徐一鸣是共产党。徐一鸣是共产党？啊？谁说的？我也没想到，是康站长说的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康站长说了，证据确凿。叶先生，你们家里出了什么事？家里出了点小事儿，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吧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临出门的时候，兰兰以为我出门找陈如的，她就生气了，我们就吵吵了几句。看来叶兰小姐对陈如小姐有点意见呐。陈如小姐，看来以后陈小姐要跟小姑子之间好好的沟通沟通。你什么时候了？你开这种玩笑？人家的家务事，我们就不要掺和了。是。叶先生，你对徐副官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？我怎么看？这知人知面不知心的，我哪知道啊？之前不是江叔你也知道是吧？我之前跟他一直是走得挺近的，那还称兄道弟的呢。后来他这个人有点小心眼儿，他后来没办法了，也就不再走动了。我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，我怎么能知道呢？你说，看来你们几个人总是聚一块儿啊。康站长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现在说这些合适吗？是是是是，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报告，进来。师座，起殿。虽然无法得知电报的内容，但是看着康清风和江明忠越来越苍白的脸，叶生和陈如敏锐地意识到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才来找我了，他说徐一鸣现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啊，这就放心了。邓凯，他怎么知道你身份的？徐一鸣告诉他的，现在情况紧急，他让我通知你。那我的身份他知道了吗？不知道，他还以为我就是金陵淮小组的负责人。看来我已经对他的怀疑是多余的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现在徐一鸣出事了，他的工作就暂时交给邓凯负责吧。哦，你要跟邓凯保持联系，我会想办法尽快的让徐一鸣撤出江都。好，还有件事，邓凯说是他杀死了江一真。什么？邓凯杀死了江一真？对，他跟兰兰见面，江一真突然出现了，他发现了邓凯是咱们的人，邓凯没有办法，所以他就下手了。可是江明忠告诉我，是徐一鸣杀死了江一真，而且
康清风那里还有证据。哦，叶生，你赶紧回去，找叶兰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好，我现在只得好好谢谢他。江一真的这件事情，肯定会影响到对江明忠的策动。可是马上要解放了。策动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，再难也得试试。如果我们可以证明，江一真既不是邓凯杀的，也不是徐一鸣杀的，而是康清风杀的呢？好主意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朱辉那个人有问题。嗯？怎么？他对江明忠还有康清风的态度，不像是他这种级别的人该有的态度。他会不会就是吴其仁呢？有这个可能。你怎么样？撞哪儿了？啊！肋骨痛啊！死人了！就沈城人拽成这样了，看不像话，谁撑开的啊？肋骨疼，你捂肚子。哎呦！拿去。我都撞那么真了，才给十块钱。你说什么？你撞的那么真？你是诚心找茬讹我呢是吧？我就是讹你了，怎么着？赔钱！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我管你什么人，管你钱啊！干什么了啊？赔钱！他娘的！你哎！啊！你哎！哎！干嘛？别走啊！走吧，别走。祥生洋行的叶生你认识吧？啊，认识。这是令金，你找几个人帮我演出戏。哎，您放心吧，去吧。哎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就是金天淮组织的最高领导。我不是。你不是？我一个商人的身份，需要我经常走南闯北的，这样没法组织江都的正常工作。所以我不是最高领导。和徐一鸣、叶生能够经常接触，还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，吴其仁的目光转向了陈如。兰兰，我有事要问你。刚才保密局的人来家里面了，说要找什么人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来咱们家找人啊？我听根叔都说过了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都找到咱们家了。你别打听了。我问你，那天你半夜才回来，到底是去哪儿了？你跟什么人在一起？你们都做了什么？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我去散步了，怎么了？兰兰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必须把那天晚上你看到的一五一十都告诉我，不能有一丝的隐瞒。
兰兰，你是不是跟邓凯在一起？你都看到什么了？哎呀，不能告诉你。兰兰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？你告诉我好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让我自己处理好吗？怎么是你自己的事情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还不明白？ 这件事情有可能会牵连到很多人，甚至是关系到邓凯的安全。兰兰，你把它都告诉我好吗？这很重要，兰兰。 哥，你是说，你是为了邓凯的安全是吗？ 你在帮邓凯。总之，你快说就是了。你老盯着我干什么？哥，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我什么人呀？我是你哥呀。 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方便说。兰兰，哥哥可以告诉你，哥哥不是坏人。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诉我，好吧？嗯，来，慢慢说。 跟你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要轻易来找我。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当然了，这是最高机密，要等到明天这个时候才能传达下来。少这废话，有什么事快说。南京沦陷了。 你倒是不怎么吃惊啊！这早就是预料当中的事情。老头子不业借机，又再次掌权了嘛？南京沦陷，江都的刀兵之劫就不远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想跑是吗？你不想。 赶快把这里的烂摊子事处理完了吧，大家都好提前安排出路了。我吴清源本来就不存在，安排什么后路啊？哼，你吴先生是传奇，是英雄，我倒是想问问你，我这一切都是按照你的局在布的，你什么时候能够抓到金庭槐呀？ 抓到金庭槐的时候，我自然会通知你。那叶生呢？据我的人报告，他今天早上没有和叶兰小姐吵架，而是你把他接走的。叶生到底是不是共党？我到时候会把叶生还有金庭槐一并交给你。就算我能等，局座他也等不了啊。这是对金庭槐这个事儿的处理安排。 你绕过我，跟毛局长联系了？这也是我的职责。哼，你要是一意孤行，那一切后果由你来负责。
慢点。啊，没事，这次谢谢你了。都是自己同事，还说什么谢不谢的呀？你在这儿好好养伤，我呢出去打探一下情况。好。哎，小心点啊。嗯，我走了。哎，嗯。站长，重庆方面的人到了，走吧。诸位专门从重庆而来，康某感激不尽呐。康站长，吴先生，在下李道生，重庆站行动组组长。缉捕金廷怀是全保密局的大事，我们受毛局长的命令，自然义不容辞。李组长客气了。明天的行动，刚才吴先生已经专门向大家布置了，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明白。吴先生，还有什么指示吗？照片上的人叫做叶生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记住他的模样，但是明天的行动目标并不是他，而是金廷怀组织最高领导，所以你们明天的一切行动都要听我的指挥，谁也不要擅自行动。都听明白了吧？明白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嗯，走。怎么样，吴先生，还满意吧？满意，我吗？嗯，嗯。反正我按照毛局长的电报都做了，对吧？毛局长让我面见行动组，我也见了。毛局长让我把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，我也告诉你，叶生是共产党，这我知道的。但是金廷怀最高领导是谁，我没有查出来。你现在满意了吗？满意，满意。明天我们还要紧密合作，一块行动的。康庆峰，明天的行动对查出金廷怀的最高领导人至关重要。嗯，我真的希望你不要擅自行动，要听我的指挥。是是，明白。嗯。哟，邓参谋啊！是啊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是啊，有空一起喝茶。好，那就再见，改天啊！哎，再见。有可能暴露了，啊！我来的路上有人跟踪我，我也可能暴露了。你怎么可能暴露呢？叶生，叶生应该是叛徒，他可能叛变了。叶生是叛徒？对，我在康清峰的桌子上发现了一些材料。
叶先生。朱队长。哼，这么巧。叶先生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马马虎虎。都说江都城马上要打仗了，整个城里头人心惶惶的，逃的逃，散的散。我那个船运的生意啊，反而比以前要好一些。那要恭喜叶先生啊。可是如果这个仗真打起来，我那个生意也就算做到头了。哎，朱队长这么早，这是？我正好要去你的洋行，我还想问你一下，你的洋行是从这边走还是从那边走？朱队长要去我的洋行？这么早，你看那条路啊，从那儿。许明，你过来看。叶生怎么会这样？我真的不知道，赶紧走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啊！李组长，立刻行动，抓捕叶生。吴先生昨天的安排是等他的消息。李组长，毛局长给你的指示。江都的最高指挥者是谁？是您，康站长。你记得就好。我命令你立刻行动，抓捕叶生。是，走。康清风，什么意思？共党叶生，你说我是共党？你和徐一鸣之间那点把戏我全摸清楚了。你和徐一鸣利用女人做幌子，装作争风吃醋的样子就能骗过我？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早就怀疑你了。要不是江明忠保护你，你能猖獗到今天？你少来这套。抓不着共党，你就来抓我？你抓我是为了搞江明忠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！你满嘴的胡说八道，给我上！啊！康站长，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叶生不想叛变。你在康清风的文件上看到什么了？我在康清风的文件上我看见文件上写着说释放叶兰，然后要证明叶兰和江一真的死是没有关系的，马上就等批示了。叶生招供了？这个不可能写在文件上，对吧？但是你想啊，如果叶生不招供的话，怎么可能有这种批示呢？你这么说，你是没有证据证明叶生是叛变的。我没有证据是不能下结论的。许明，你别着急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。那是谁下的？这个结论是金庭槐下的。金庭槐？对，是金庭槐找我，跟我说叶生叛变了，是金庭槐让我帮助你转移的。金庭槐怎么会见你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见我，反正金庭槐主动来找的我，他给我下的命令。既然他主动找你，那你说说金庭槐长什么样子？徐玉明，这是秘密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。说，不用我告诉你金庭槐长什么样子。金庭槐全江都的人都认识，金庭槐就是陈如。
孔站长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，都让开！党国利益是第一位的，放下，都把他放下！追！给我上！好。你说叶生是叛徒，为什么康清风还要杀叶生？这个我怎么知道啊？金庭槐说叶生叛变了，金庭槐让我带你转移，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是陈如说的吗？对啊，陈如根本就不是金庭槐。哎，你不是？把枪拿出来。徐一鸣，拿出来。康清风的贸然行动让徐一鸣起了疑心，吴其仁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。你老实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面对徐一鸣的质问，吴其仁也只能孤注一掷。我就是我，我是你同志，我叫邓凯。如果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，咱俩可以去找陈如对质，好吗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，再不说实话，我一枪崩了你！过来，那边屋里有两个共党，记住了，我只要死的，不要活的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别碰他。徐一鸣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在炸我。我也很理解你为什么要炸我。以我的级别，是不可能知道金庭槐是谁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，是陈如主动来找我，他告诉我叶生叛变了，他让我帮助你赶紧转移，而且他把你们所有人物级别说的都非常清楚，我不能不相信他。那叶生和康清风是怎么回事？我哪知道他们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敢确定叶生和康清风不是在演戏呢？啊，他们两个可能在演戏，要你出去把你抓住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也组织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不相信我的话，那你开枪吧。你想打死我？你开枪啊！你开枪啊！嘿，哎，放，哎，把枪给我。走，从窗户走。就两个人都能让他们跑了啊！康清风，你想让我和吴先生死是吗？松手！松手！你知道下级威胁上级，按规矩该怎么办？康站长，真不错。抓了几个人啊？啊？您想好怎么和吴先生说了，对吧？刚才大家群情激动，啊，形势危急，还希望你能谅解谅解啊。不过至于这里，兄弟们看到你受伤之后怒不可遏，他们就不顾我的命令贸然行动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吴先生是安全的脱身了，万一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是万死莫赎啊。康站长还知道啊？万死莫赎啊。哎，你可以放心啊，我已经下令追捕叶生和徐一鸣了，这些功劳都是你和吴先生的呀。
康站长，吴先生现在可是和徐一鸣在一块儿呢。您就不怕您的手下再一次的不小心把吴先生给误伤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吴先生是何许人也啊？既然康站长知道吴先生是什么人，那我相信这样的误会不会再发生了，对吗？朱慧，你比我更了解吴先生的为人。何一鱼的死就是一个鲜红的例子。成为明白